你知道吗？关于认识天赋，经历到天赋的拥抱跟天赋的爱，其实它不是只是存在我们的头脑里面。我们为什么要知道天赋他很爱我们，他拥抱我们？我们为什么要恢复天赋的形象？其实跟你刚刚讲那个经文非常有关系，因为所有的人类都活在一种孤儿感里面。是，即使也许是来自像我这样子，不是功能很健全的家庭，或是像你来自于一个这样幸福美满的家庭。可是其实全人类都充满了一种孤儿感，你知道我内心里面真的很渴望我的爸爸爱我，所以我记得国一国二的时候的科目，所有科目都很不好，可是就是有一个科目我非常非常的喜欢，这科就是英文。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国中、高中我都一直非常喜欢英文课，可是后来到长大的时候，突然之间有一个以前的回忆出现在我的里面。英文老师对不对？不是英文老师，是我的爸爸。哦。有一天我在房间里面读英文，然后我就大声的把英文很流畅的读出来的时候，突然之间我一直没有注意他到底出现我在我面前多久，我是注意到我的课本上有个影子，我发现我的爸爸站在我的后面，然后转头过来，他看着我，然后他就点了一下头，我甚至不太确定他有没有说很好，他就点了一下头，他走出去。从那个之后，我就开始爱上英文。哇，只是因为我觉得，即使是我爸爸那个点头的动作，就好像在鼓励我。你知道，真的有为什么恢复天赋形象是这么重要？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人是活在这个孤儿感的里面。你知道有一次我在台大里面带，你知道那些台大的学生，好多硕士生，甚至有博士班的学生在里面。然后我说：“你们觉得自己很自卑，觉得自己没有用的，请举手。”你知道每一个人都举手了。哇！每一个人都觉得，我真的我都不敢相信，他们是最顶尖的学生，最会读书的学生，这在台湾这个土地上面最聪明的头脑就在那里。可是他们就说他们常常都这么觉得。我无论到哪里演讲，我常问一个问题，我说你们多少人小时候觉得你们自己是孤儿？你们觉得你们是被捡来的？你知道常常有绝大多数的人，有60-70%的人，他们会举手，他们觉得他们是孤儿，他们是被捡来的。好多好多的人，他们心中都曾经有一个这个阶段，即使他们长得跟他们的爸爸实在超像，但是他们仍然觉得他们是被捡来的。而你知道，我也辅导过很多叛逆的孩子，很多看起来好像跟父母亲冲突的孩子。当你问这些孩子，他们其实最在乎的其实是爸爸，是爸爸，是爸爸。那些爸爸的外遇，爸爸忙于工作，爸爸的责骂，爸爸的打他们，爸爸对他们的冷漠，这些事情带给他们内心极大的伤害。为什么？你刚说耶稣说：“我必不撇下你们为孤儿。”我真的好喜欢这段经文，因为恢复天父的形象，是因为耶稣要帮助所有的人，他们经历到天父的拥抱，他们在天父的爱里面知道，他们不再是孤儿，他们不需要日日夜夜活在那些像孤儿感觉到的自卑、控告、低潮、沮丧里面。